你是否有害怕看牙而导致缺牙不补的情形呢？其实缺牙不止不美观，还会影响你的健康。在医疗技术进步的现在，接受植牙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人对植牙还是有所疑虑。那它主要的风险当然就是因为 你在植牙过程当中植到不该植的地方，包括打到神经，或者是穿出骨头啦，或打到鼻窦，可能造成的鼻窦感染。过去植牙仰赖医师的技术与经验，不小心失败，轻则损失金钱，严重却可能造成永久神经伤害，种种都让民众担忧。高雄阮综合医院医疗集团植牙专家蔡正峰当时参与了医院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建造了一套更人性化、更安全的科技植牙系统。我们就把台湾最好的科技，就跟我们台湾最好的医疗服务做一个结合，那就诞生了我们现在可以为各位呈现的这个科技植牙的系统。它其实包含的是很多个构面，不是只有单纯一个技术。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创新。在植牙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智能是要靠经验累积，但经验是唯一上帝没有办法给你的东西。那这部分我们就用科技来辅助。创新植牙系统中的灵魂就是科技植牙，它能准确导航定位植体植入的角度、深度，大幅降低手术失误率。这套系统成功建制后的第一位实验，同时也是社会者的人，也是一位医师。我们植牙的要植入的植体的方向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口腔附近非常的解剖学上很复杂。那因为你有科技植牙，你知道后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就可以放心，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嘛，有导航，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我们要到哪个地方。那科技植牙是一样，很清楚我这个植体式的方向是什么，那就可以避免一些术后的一些合并症。依照每个人不同的口腔健康条件进行术前评估，客制化完整方案，术中品质和术后维护都是缺一不可的要件。这也是科技植牙系统所要追求的整合服务。传统植牙是由牙医师判读 X 光片和电脑断层影像之后呢，根据经验在脑袋里规划植体植入齿槽骨的位置、角度、深度，再根据手感进行植牙手术。即使超级有经验的植牙大师，也可能会累，也可能会老。透过电脑的辅助去导航定位，我们要求的就是两个字：安全。除此之外，手术前依照每个人不同的口腔健康条件进行术前评估，客制化完整方案，术后卫教和维护都是植牙成功缺一不可的要件。科技植牙能提供团队清晰完整的资讯，也能结合齿加工机，当天假牙马上就能制作完成，让患者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那有别于以前大概需要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时间，在当场大概二三十分钟呢，就可以同时完成钛金属的客制化支台跟永久义齿的修复，同时呢就可以装载在患者的嘴巴里面。那患者呢离开诊所的时候，就会有永久的义齿可以使用。科技植牙适用于各种品牌的植体，简化为跟刀手随身携带的机型后，还能不限在院内使用，普及到一般家庭诊所。这一套这个科技植牙系统对我们医师来讲其实就是更便利。那对病人来讲他也提高它的便利性，因为它植牙，它不用再转到另外一家植牙中心去，或者找另外一位医师。好，那它可以从头到尾都是由他熟悉的家庭牙医的医师来操作。未来也希望提供更多需要的患者实惠安心的诊疗服务，国人们都能拥有健康自信的笑容。